好的，看一下我的话筒啊，可不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对吧？可以的。好的。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与赢家对话210算法的底层逻辑啊。其实呢，这个大千世界啊，都是由算法来构成的。在网络上，目前我们现在现阶段熟悉的话，算法就是主要是计算机网络信息里面，人工智能里面有很多的算法。其实世界的这个规律啊，大自然的话也是按照它的算法在，这个自然界就像一把剃刀一样啊，在执行着世界的这个规律，所以都是有算法的。那今天讲的这个210的算法底层逻辑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商业模式里面的这个利益分配的一个算法啊。今天讲的内容呢，包括算法的构建、依赖的路径、行业的数据啊、算法的对比和算法的破译。算法的优势，围绕这六个方面来跟伙伴们分享。那首先讲的是一个算法的构建。这个算法刚刚讲到了自然界也好啊，人工智能也好，或者网络也好啊，还有一些这个社交平台的这个算法啊等等，这些都很多都是算法，包括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网络这个利益分配商业模式里面的这个算法构建啊。首先它是有个行为数据的啊。每一个方面都是人做出的一个行为，那么针对这个行为匹配，就要用数据来进行表达出来，记录下来。当然，对这些行为的做出，这些数据记录下来之后啊，这个大数据的技术下来之后，我们要进行一个权重啊，权重的分配。对于某一个行为，我们应该算多少权重啊？比如说，对于你的。对于某一个网络的社交平台来说，对于阅读量啊，对于它的完整的阅读，对于点赞啊，对于它的那个转发等等呢，设置了不同的权重，然后呢，用一定的权重比例啊，来继续进行量化。比如说你网红的话，先会把你的一篇视频或一篇文章往你的这个熟悉的啊好友的圈里面推送100个人。那他就要看这100个人里面有多少的阅读量啊，有多少的完整阅读，有多少点赞，有多少的点转发。那他觉得这个通过这个算法算出来之后，权重加上去之后，算出来觉得是这个因为他本身算法没有看你这个文章，他只要通过这种算法的方法就知道你这篇文章是不错，有多少人喜欢，有哪一类人喜欢，那么他就会往你的更外的一个圈层啊推送到1000个人。那1000个熟悉的那个朋友啊，交往的比较少的也能看到了。那么还是达到这个数据量的话，他会再往那个陌生的这个圈层再去往外推送。所以这样是一层一层往外推送的，权重去量化啊。然后呢，根据你的推送之后，这个实现了一个资源的匹配啊。包括我们这个算法的话，当然还有利益啊，还有利益的分配匹配。所以就是这个构建出来的话，就是从行为数据到权重啊，就像我们的商业模式里面设置了8个的利益分配方式。那么这个利益分配方式里面每一项的话都是权重不同的啊，当然我们要符合这个所有的权重的设置啊，要符合到我们的人性啊，符合到我们这个商业的推动项目的推动里面去，再进行我们的利益这个利益的匹配啊，那在。网络当中的话，或者人工智能里面，或者社交里面的资源分配的话，就是它会推送流量给你啊。那这个流量的话，最终也是流量可以变现的，所以说呢，是间接的一种利益变现的方法。那我们这个210的算法啊，今天主讲的主要是不是网络上的那种算法啊，主要是我们210的这个算法，这个利益分配的这个算法。依赖有哪一个路径呢？啊，正是因为网络营销的这个特点，包括现在所有的网络上的这些都是有流量开始的啊，从自己的个人的私域流量或者外界的这个流量流进来，通过漏斗的原理，最终呢跟你产生了这个社交关系啊，建立了一定的关系。那经过你们的交流啊，社交之后，最终呢他愿意啊认可，比如说认可凯利的项目。那呢，你作为他的直接引荐人、推荐人呢，就产生了一个推荐关系啊。那数据呢，就把这个推荐关系呢，
就记录下来了啊。而且这个推荐关系呢是属定的啊，终身属定的啊。那么这个属定之后呢，就产生了进行记录下来之后，你把它引荐下来，那么它再去重复这个动作之后，那下面的就会再进一步的引荐。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流量其实进行了裂变。所以说从一个单一的流量啊，到最后形成流量的矩阵，到最后更多的流量进来，再流量去裂变流量，这样呢裂变出来之后，最终达到了一个倍增的效果啊。就是说我如果说引荐两个人，他们每个人再去引荐两个人的话，那就可以达到四个人，再引荐，那按照这个理论来算可以达到八个人啊。那如果这个数据放大呢，放大到如果说每个人再这样裂变十次呢，就会达到4096个人啊。所以说呢，这个裂变的速度呢是在这个自然界当中啊，一个是复利的法则，包括这个倍增的法则，这些法则呢都是我们运营这个这个世界也好，这个宇宙也好，运营的很多的规律啊，都是潜在的规律，我们都是需要了解的。我们一直讲人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在商业当中无时无刻不是遵循了这些规律的啊。所以说你只有把这个认知提高，把这些规律了解清楚之后，才能真正来读懂这个行业。那在这个行业里面，如果说平时的话，我们可能简单去了解一下某一家公司的制度啊这个方法啊，那你没有深度的去用算法的思维去理解的话，那在这个今后将来，像特别是像我们创立的这个210算法的话，我们是对行业的一个颠覆啊。那我们的认知上，公司企业平台，像我们在行业里面有20多年的经验，我们希望把这些透过现象看本质，也要颠覆你的认知啊。你只有颠覆了自己的认知啊，去掉了原来固有的这些已经老化的这些思维想法的话，你才有新的提高。所以呢，其实这个也是透露这个算法的方法，也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很少有公司会这样做的。因为这个底层逻辑就是这里面蕴含了很多的这个行业的秘密，商业的秘密啊。那我觉得对于我们参与这个项目来说，我觉得不需要那么多秘密，我们就把它量啊，就公开化来让你了解这个行业。那行业的数据是如何呢？既然刚刚前面讲到了这个行业原来是要达到倍增的话，是要有推荐关系的，有直荐关系的，只有通过直荐，然后下面团队也会去直荐啊，经过无数代的这个复制之后，那达到一个倍增的效果。那我们来看一下行业的这个数据啊，单人的平均直荐的水平就大概是 2.87 个人，那就大约等于3个人，就是平均下来有的能力强一点啊，有的能力没有，一个人也找不到，那平均水平就是3个人。所以说呢，知道了我们这个平均的推荐水平，我们才可以根据现实的这个商业啊，然后去研究我们的算法。如果说某一家公司或者平台告诉你啊，你们都可以做到很强的这个分数的倍增啊，或者说在这个行业里面你肯定会成功，那肯定是这里面有欺骗性的，其实是很少有人会成功的，成功的人是少数。那怎么样把成功的人少数啊，以前发生的这个现象，其实很多人对这个商业，对某一家公司贡献了力量，我们怎么来扭转这个现实呢？怎么样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更加公平的分配出去呢？那我们就要去看一下我们这个行业的数据。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占比啊，占比 60% 的人是直荐人数是零的啊，那你就知道了，行业刚刚进来，纵观这个水平的话，能够达到零推荐，就一个人也没有推荐的人是 60% 的比例。那想一下，如果说告诉你按照其他网络营销的这个商业模式去演算的话，这些零推荐的人是一分钱也赚不到的，但是他有没有购买公司的产品呢？有没有消费呢？他是一直在消费的啊，称之为消费商啊。消费商有多少，这些人是伤到的啊，伤受伤了，那 60% 呢其实是零的啊。那有 35% 的人呢是大约3个人，所以
当我今天把这个信息公布给你们的时候，你就已经明确了哦，60%，那我就可以照一下镜子，看一下我是属于这60%的人，您推荐的人，还是这35%的人啊，大约可以推荐三个人，平均水平。那么还有5%的人呢，当然是推荐三个人以上，10个、20个、30个都有可能。那这一部分人呢，按照28法则里面的20%的20%啊，就是大概5%左右。那有的时候可能就达到4%。所以说呢，真正网络营销如果按照以前的这样的这个比例分配啊，实际的推荐人数的占比在这个行业里面成功者是较少的。还有一部分35%的人呢，或许在中间过程当中也获得了一点小的利益，但是最终呢以失败告终的。那60%的人呢只是产品的使用者啊，那所以说呢要获得利益是很难的。当然很多人在这个行业里面啊树立了很多的标杆啊，那么最终呢这个看到标杆啊，看到这些领袖是可以在下面鼓掌的人啊，鼓掌的人是没有办法赚到钱啊，舞台上领奖的人是可以赚到一些利益啊啊，所以说呢你通过今天这个行业数据剖析给你听，你才能真正了解到这个行业。那么如果说按照这个比例来说，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这以往的这个模式叫商区模式，看看它的适应度啊，既然你一个人找不到，你能不能打商区呢？你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呢能不能有一个模式是不需要区的零区的，那才有可能让你获利。还有呢达到 35% 的人啊，是大约有3个引荐人，1个、2个、3个左右。那想一想，如果引荐2、3个人会不会能组成商区呢？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所以呢也只能运行一个单区。那在这个目前来说啊，就是凯利这个项目呢，单区呢是可以盈利的，零区也是可以盈利的啊。这是我们要从我们的实际的现象，透过这个现象来考虑到真正的这个利益的再次分配。那么5%的人呢，当然是能推荐3个以上，很多很多人啊。到时候下面我来讲一下，到底实际要推荐多少人才可以做商区市场啊？所以说呢，这样呢，通过这个情况，你就可以量身定做啊。你觉得你是哪一个，属于哪一类人？因为每个人呢，身边的资源、能力的大小、资源的匹配、财富的多少、社交的圈脉都是不一样的啊。只有呢，适合你的才是最比较贴切的啊，比较符合实际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是多少呢？如果说你要做零区啊，零区的话，那0个人就可以了。那么你要做单区的话，你至少也要有3个人以上啊，因为1个人的话可能性就比较小，所以呢达到3个人以上就比较好一些。那么呢如果说呢你要做这个5%商区的话，在这个里面的可能性啊，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呢，应该你的实践能力呢30人以上。所以说呢，如果说你的实践能力也就这么2、3个啊，那么我建议呢这个如果做商区啊，这个可成功率就相当低。如果你是一个实践能力很强的人呢，你可以推动你的商区，因为210如果说2就商区，1就单区，0就是没有区，那你商区也能做的话，你的单区也有了，你的邻居更加有了。所以说呢，如果说你是属于那一个人群，实践能力比较强的啊，倍增能力比较强的，利变能力比较强的，那你可以做商区，因为这样的话呢你的获利是最大的。那么这里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算法的对比啊，210跟传统的来对比。首先我们看这里面有一个收益啊，这个就是刚刚涉及到的权重啊。权重的话，首先涉及到一个权力的一个分配，它的多样性啊，如果说单一性的话，肯定是没有办法倍增的。如果我们只有一个推广收益啊，只有一个直推这个奖项，那给你最多啊，其他奖项没有的话，你拿最多都是没有用的，是没有办法倍增的。因为它忽略了你的引荐、你培育团队、带领团队、倍增的力量这些方面。所以说呢，只有一个单一的这个推广收益的话，这个就没有办法来系统支付、团队支付了啊。那么所以说呢，我们考虑到啊某一个利益获取的算法啊，它的简单性一定背后
有它的复杂性，复杂性再演化到简单性啊，再到复杂性，周而复始这样的一个演算过程。所以说呢，系统呢已经帮你算好了，那到最后呢，今后推广的话，对于210来说，它就像一个品牌一样，只要告诉人们210就是凯利的、原创的颠覆的这样一个算法，所以210就代表了凯利的算法。那以后你这个项目做得多了，你不用讲解这里面的详细的东西啊，你就讲解一下我们是210，因为210是凯利的原创。那么首先第一点呢，当然你零售的时候有收益，那么传统呢210的算法，凯利的算法有，传统的也会有，推广呢210有，传统的也会有，分销收益呢就是210的算法有，传统呢几乎就没有啊，就是几乎没有用到这个分销的这个算法。所以呢分销的话，因为它会锁定你的这个代数关系啊，所以说呢你展开分销的时候，你呢就直接可以裂变了，而且裂变的呢不是分数，不是积分，因为以往单一的二的模式的话只有裂变分数啊，有些做成了单区啊，单个区域的话有分数是得不到收益的，所以分销的话是需要直接裂变我们的收益的啊，不需要看分数。那么拓展收益呢，当然随着你的这个聘级啊，你在这个行业里面你做得更加优秀啊，你是领袖，那么这样的话呢你会形成一个极差的一个收益，所以说呢这个呢传统的呢几乎也是没有的啊，所以打了一个叉叉。那业绩收益呢就是二，当然210有，传统的也会有。那么管理收益呢，对于单区考核啊，在210的系统里面，单区因为就可以升聘啊，升到最高级别，所以呢单区呢就可以拿到管理的收益。那么传统的呢，如果你只做一个区域，你是拿不到管理奖的。所以大家看一下，到最后的话啊，传统的话只能拿到零售推广啊和业绩收益。那你没有单区，你是这个60%、35%、5%，你不属于那最后的5%的话，其实你的收益为零的，几乎为零啊。可能会有一点点小的推广收益，那就结束了啊。所以说，想要创立管道收益啊，倍增收益，这个是空的啊。那么对中层收益啊，就是我们的矩阵，那么210呢是有的啊。中层在这里面消费啊，把消费力转化为生产力，那么在210的算法里面就会有。那么对传统呢就没有了啊。那么全球的分红这个分配啊，全球分红分配，当然在传统来说都要商区开出来才能可能拿到全球分红，但是对210的算法的话，单区就可以有机会拿了。所以说你整个这样的算法对比起来看，那很多的这个项目啊，就是它的收益啊号称为简单，所以说我说如果简单的话只要两个收益就可以了，一个零售一个推广，对不对？那不是最简单了吗啊，只要是这样简单的话，这些利益啊都沉淀给公司了。所以说呢，要把这个行业呢真正要颠覆的话，就要把这些不同的形式的利益按照不同的权重啊的比例来分配给大家，并且呢按照这个模式来做的时候，希望呢更多的就是直接就是利益分配，而不是看分不看钱。就是有的很多模式啊，看到有很多的分数积分啊这样的方式，让你呢就是看到一个表面的现象，其实积分你即使积累更多的积分啊，你也算不到这个收益，因为有很多的要求啊，这些要求条框在那里，没有商区的话你就根本拿不到的。所以商区这个也伤了好多人啊，商区这个伤。那从210的算法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啊，从第一条零售推广分销拓展业绩管理中层全球分红，每一条都可以拿，而且呢只要单区就可以了。单区的话就是说你不需要考虑我要分两个区域，因为至少只要你有推广的话，你就会有一个区，对不对啊？那么你要考虑做两个区啊，就比较困难了，因为这个两个区的实现的人能做到的人啊，4%到5%，所以这个比例是相当低的。如果你相信进入这个行业，你刚好不是那个能啊直荐人数达到几十人的话，其实你在这个里面是做不出商区的。做不出商区的话，其实你的进入这个项目为什么失败的人那么多啊，就是这个算法已经决定了，算法的底层逻辑
已经决定了你的成败了。就好像这个网络，这个社交平台的算法，它不适合你啊，你再做多少优秀的视频都是没有用的啊，因为它的算法机制决定了它的这个方法是不科学的。所以你像抖音啊之类的这些算法好了之后，很多人在这些平台上草根也好都得到了收益。为什么？因为算法好了嘛，算法好了之后再加上这个这个硬件这些工具的应用，那么就把人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所以我们凯利这个项目210啊，你们不要用以往的这个网络营销的这个观念啊，讲制度啊，讲这些，其实210的算法就决定了这个权重的分配机制，它已经把相关的资源用算法的资源方式已经匹配给你了。其实真正对于你来说，你只要看一下，量身定造一下我的引荐能力，我的人脉圈啊，从 60%、35%、5% 这个表格里面你看一下，你到底适合零区、单区还是双区，你自己估算一下，做一个评估，简单的评估啊。或者说有些人说我刚刚开始的话，我是兼职的啊，我没有，也没有上来的时候没有全力以赴，因为我的作为我的一个副业创业来说啊，我有一些资源啊，我先利用起来，我看一下啊，因为一下子的话还要养家糊口，上有老下有小，也不需要冒那么大的风险。哎，他在这个平台里面获取了收益之后，那么他就可以全力以赴，也会有这样的人的啊，先来尝试看一下，因为如果不尝试的话，那可能一点机会都没有。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啊，不管是全力以赴的还是兼职的，你都要量身啊对照一下，你是属于哪一个区的，这样呢，用这个算法的科学性来评估一下，做出科学的评估之后，进行一个很好的匹配之后，那么你的成功几率啊，成功的概率就更高了。所以呢，算法里面有一个匹配啊。那么我们如何来破译这个算法呢？就是因为这个算法里面啊，就是跟这个 n 的 n 次方有关系。n 呢是一个常量，大写的 n 呢是个变量。这个怎么来理解呢？算法如何来破译？就这么简单，真的是这么简单吗？是的，就是这么简单啊。那么这个常量呢，就是我们的代数关系，就是决定了你的倍增的力量有多少啊。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常量来说，就以这个分销收益来说，我们最早的时候，我们刚刚推出来这个模式，我们应用的是十代的分销啊。那么这个代数关系就是十代的关系。那么这个十的这个产量的话，对于我们来说，如果按照二的基数，底下这个基数 n 为二的话，那我们复制十次啊，可以拿到十代，其实倍增到第十一代，就是说十代的人推荐了十一代，我总共可以拿到4094个啊，下面的团队倍增出来，那么我们每一个推荐进来的人，我们都可以收益啊。当然，如果说这个时候我的底数是二，那么我倍增十次的话，我就是4094。如果说这个常量啊不变，那么我们这个变量呢变了之后，那我的基数如果上面的这个小写的 n 常量还是十，下面把它调成三呢是多少呢？就要达到177,144个人。所以说上面这个常量啊 n 不变还是十代。啊，十代拿到十一代，如果说下面的基数只要调大一，那我就可以，相差108,000里了，只有四啊，二的时候只有4094，那么当调成三的时候，就可以倍增到177,144，啊，177,144跟4094相差的太大了啊，这个如果一块钱，只要这个一块钱。那如果倍增到十代，下面基数是二的话，就4,000多块钱。如果10块钱的话，就4万多。那如果说1块钱的话，就17万多，10块钱的话就是100多万。所以说呢，这个量级是非常大的。那通过我刚刚这样一个比较，大家就可以看出来了。其实呢，直接人数的多寡啊多少，就相当决定了我的利益的分配的多少。好，那么还有一个。这一次呢，这个模式进行了迭代，把上面这个 n 呢又调大了，调大了多少呢？最高分销调大到了17啊，这个倍增呢更加厉害。为什么呢？
如果说我们是十的这下面的常量啊，这个常量是17啊，这个变量是10啊，那么我们按照十的十次方来说，十的四次方就可以达到10000个人啊，再乘一次的话就是100000。所以说呢，上面这个数字啊，调大一，它相差一倍啊，这个变量啊，下面的底数的变量是靠我们每一个伙伴要去努力的。这个常量的话是公司设置给你的，公司设置给你十啊，像一般的公司以往的话就是7代啊，不是在那个分销奖里面，分销奖这些公司是没有的，在管理奖里面，那我们的管理奖也设到了10啊，所以呢，凯利这个模式这个10是非常厉害的。那对于分销来说，我们这段时间走下来，考虑到将来的长久的永续收入，我们不要把目光只放在眼前啊，你只过了眼前一点利益的话，所以我们这个参数进行了一的调整，就是前面的10代的话从 6% 调整到了 5%， 那后面呢衍生了7代，每一代 3% 啊，3721加上前面的50，加起来就是71。原来的话10代 6%， 10乘以 6% 就是 60%， 现在是71，总波比增加了 11%， 公司呢拿出更多的波比来贡献给这个市场。所以说呢，这些而且是只是单一的啊，单线啊，210的1，你只要有1就可以了啊，1的话你就进行直荐，有直荐关系你倍增出来就可以了，不需要考核商区的，而且不看分数的，只看我们的啊推广的收益啊，参照你的团队的推广收益就可以直接拿这个财富分配了啊。那么其实呢，看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就告诉你 N 呢这个是常量。什么叫为什么把它当成常量呢？公司已经给你设定好了啊，就决定了你的倍增率有多少。如果这家公司倍增率给你设到4，那你的横排直推要开很多很多人才可以达到倍增。那如果公司把它设置到8，那就8的倍增率，9就9倍的倍增率，10就是10倍的倍增率，17就17倍的倍增率。那你想一想，凯利能把它放到17倍啊，中层奖矩阵里面放到16层，所以这个倍增率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可见这个算法，凯利这个模式里面你的倍增率有多强。那下面一个 N 呢，大写的 N 呢是个变量。为什么称之为变量呢？因为看到这张表格零三个啊，那么三人以上，就是你的直荐的能力的大小就决定了你这个 N 的量的大小。那么从这个表格里面就看出来，凯利的模式，如果说你想要在这个里面啊，不可就是无法估量的一个想象力啊，你的直荐人数的增加，你的横排的增加，就决定了你创造财富的多寡。这个也就是很现实的告诉了你啊，就是你呢在这个行业里面，在这个项目里面，你没有推荐，你也可以获取一点小的利益。那么呢，你推荐了一些人，你可以获取中等的利益。但是你的引荐人数很多很多，你只要不管是你做商区单区，你只要控制一个引荐人数的多少，哪怕你做单区，你的收益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因为你的变量大了啊，你的横排大了，那么每翻一次呢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说呢，大家只要最核心的，公司已经把这个常量已经给你设定好了，那么你只要呢把你的自己的变量做好。所以说呢，每个人的收益的不同点来自于你的变量的多少。当然因为有了210啊，所以说呢，在以往的模式里面，站位啊只是一句空话。为什么呢？站位的话在商区里面站位啊，看分没有钱数的，你的零推荐你在里面放了个位置，你就是有最多的积分，你的收益也为零。那么在210里面，在我们的算法里面，零的位置的话，下面因为是看伞下的，就只要太阳光线照下来，像一把伞一样，只要雨水洒下来，你都有甘露啊，你都会有收益。你只要洒得到的地方，你都有收益。当然这个站位里面还有一些就是有一些运气的成分啊，你可能的进来的这个时机啊，进来的这个位置，那么每个人都有一个幸运的成分。当然你不进来，连这个门票都没有买啊，没有进入这个行业的话，
你这个机会就跟你没有关系了啊。所以说呢，首先呢，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那么凯利呢就还你一个机会啊。那么随着这个团队的做下去，当然零的话，这个速度是最慢的啊，收益是最小的，这也是合理的。那么中等推荐能力的人呢，这个收益会增长一些，在可以拿到别的项目里面，别的算法里面没有办法算给你的利益。当然你的 N 做得大之后，那么你会获取更多的收益。如果你的 N 评估下来30人以上40人以上相当厉害的话，建议你呢就把2开出来，210都可以做。所以说呢，这个 N 的变量是量身打造的，而且呢在后期呢是可以变化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随着你在这个项目里面啊，你能够赚到一些利益之后，那你的积极性被激发出来了。每个人都是有潜能的，只是这些潜能因为用以往的认知和以往的潜意识里面的一些把自己啊谋杀掉了你的这个能动力。所以呢，当你零推荐能够获取一些利益的时候，你就终于相信了这个项目啊，你也情不自禁的忍不住的兴高采烈的分享给原来你不敢分享的人啊。这个时候呢，可能你就会转移到这35的人群里面，35的人群里面转移过去之后呢，将来你的能力啊，你在这里面获取中等收益之后，那么你的能力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越来越兴奋啊。所以说呢，你的兴奋度有多少，对于这个项目的兴奋度越来越大的时候啊，对于它充满了这个希望动力之后呢，那你可以就是一级一级这样转化过来了。人呢就是缺乏看不到希望啊，所以呢固杀在这个60%里面没有办法获取利益啊。听你们只是讲完了一个故事，加入了一个项目，买了一些产品，那么35%的人呢，因为在这个传统的二的算法里面是没有办法获取这些利益的。当他没有办法做出二来说，小区市场啊，哎，小区市场没有做出来，他的收益也为零的时候，这个人本来有积极性的，他就放弃了啊，就又相反方向转到零里面了。当然没有前面的这个分销啊拓展这些利益，5%的人呢也会掉落到这个35%里面，因为他的团队呢不活跃的这个人数比例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因为60%人拿不到利益之后，他的重销活跃账户的活跃度团队的活跃度会越来越大，士气会越来越低啊，活跃度的人数会越来越少，那么这呢就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呢，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模式的演化是进入一个良性的向上增长的这样一个循环的啊。那这个一进一出啊，一正一负的话，相差是天大的这个变化的。所以大家呢理解这个210算法，要从这些根上面去，底层的逻辑上面去理解，才能真正的读懂它的运行的原理啊。就像宇宙运行的规律一样，你都没有办法去违背。当这个机制，这个算法的机制权重这些都设定好了，你再大的努力啊，除非你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人，可能也会获取利益的啊。这个是以往的项目是有成功的人的，不是说没有成功，但是呢成功的人是少数，少之又少，大部分人是没有办法成功的。那我们希望呢这个项目造福更多的人，让普通的人也能在这里面有机会啊获取成功。所以呢用这样的一个算法来这个来操作来运行，这个也是我在这个行业里面啊钻研了20多年啊，积累了这个用几年的时间来开发打磨的这样一个模式。那大家了解了这个算法铺之后，就是作为每一个人来说，找到的公司希望呢有很多的这个210里面我们的优势，就是有分销啊，有拓展啊，这些跟分数没有关系的利益直接可以拿到的，并且呢在考核的时候呢只需要单区就可以了啊。当然我们这一次调整的算法里边，我们把那个这个上聘的考核里面加了适当的啊横排里面的直推线啊，有适度的一星啊二星啊，直推线里面有下面的团队里面有这些考核，避免了单线上钻石啊。就是这个线跟区你要区分一下，区的话只是双轨啊，双轨的这个方式，线的话指的是你的直推线，就是你的直推线不能靠一条线啊，然后要串糖葫芦串出来，这样呢对于我们这个上面的真正住的这些人啊，对你的推荐人也是不公平，
因为你这样串团服务串出去，那么上面真正把你引荐进来的这个领导的话，这个推广收益也会有影响，并且呢在这个中层收益里面矩阵呢也会串出16层啊。这样的话呢，如果说有适度的横排线的考核，你上聘的时候，这样呢一个对你的这个直推啊，下面这个基数 N 呢也有考核，考核了之后呢，那么你自己的收益呢会增加，对于你的领导人来说呢，你这个团队呢也不会窜出去，并且呢对于全球分红的这个含金量呢也提高了。所以当我们发现了这个算法里面，我们叫先完整再完美嘛，还不够完美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追求这种完美，所以做了一次调整。当然每一次调整啊都会对我们有一定的创伤，因为有些人习惯了，有些人呢不愿意去改变啊。当然我们公司，作为我们公司来说，如果不是非常大的影响，我们也不愿意去改变，不愿意调整。因为呢这个算法去调整的时候，总归你要改革，你要调整，你要修复的时候，对这个市场也是有一定的啊影响的。所以呢我们也是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去改这个模式。这个呢希望大家呢，我们也是追求一个稳定性。那这一次调整之后呢，我觉得应该是相当的稳定了啊，没有这个大的问题的话不会去调整的啊。所以说呢这个算法的话也要走一下市场之后来检验。那么希望大家，我希望也是这个算法这一次迭代之后啊，相当稳定的去运行吧，正常的运行吧。这样的话对凯利这个模式，对我们的市场，对我们伙伴的这个利益啊都是有帮助，对你学习啊演讲啊也是有帮助啊。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去动啊。那么我们这个算法刚刚讲到了，我们这个模式铺一出来，就是每一个人，既然凯利把上面这个 N 的这个产量已经给你设置到足够的大了，你就尽可能的发挥你的想象空间，所有的能动性，所有将来你的财富就掌控在你自己手里了啊。当你自己啊带领你的团队，你自己以身作则，把你的 N 基数做大啊，吸引来更多的人，把 N 基数做大的时候，你的团队刚刚前面讲到的你的倍增力啊，你的直荐人数 N 做大，你的裂变能力就会加强，你的倍增力就会加强。所以算法这个依赖的路径的底层逻辑就是倍增学啊，倍增里面你会找到，那么在这个表格里面你会可以去参考。这样的话呢，你就理解我们210算法的独特之处。那接下来我再看，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210算法有哪些优势。当这个算法出来之后呢，其实世界上，其实你算营销来说，其实是没有营销啊，只有人性。因为很多的商业项目，别人跟你愿意跟你来成交，或者说别人愿意来加入，别人愿意接受你的引荐啊，都是人性方面。那人性方面呢，很大的一个，当然除了这个恐惧之外，还有贪婪。贪婪是恐惧的另外一种形式，贪婪就是怕拿的少，怕失去。所以人性当中写入基因的底层的这个逻辑就是恐惧。那恐惧，当你介绍这个项目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跟你说，我也找不到人啊，我也做过这些项目，我也做不起来。所以说呢，当这些东西所有的表达出来的这个直截了当的从他潜意识里面反映出来都是恐惧。所以说这些恐惧写入他的潜意识之后，因为潜意识是个自动驾驶模式，它是不需要经过思维思考的，所以写入了它的底层逻辑了。那么这个恐惧在里面的话，你如果说能够淡化它，当它告诉你啊，如果说我是找不到人的，那你告诉他你没有引荐到人啊，你就是一个纯消费者，你有可能也会有收益的话，就把它这个恐惧就淡化了。然后他会告诉你，我做商区市场，我原来做了很多分，我也看不到利益啊，我一条一个区另外一个区住住死掉了，做不起来。那你告诉他单区也可以上最高聘级，上钻石啊，你淡化了他这种恐惧之后，只要把这个恐惧拿掉之后，人呢才有可能，才有愿意，才有信心，愿意来听你讲。只要听你讲之后呢，你才有机会。所以呢，首先这个营销里面，别人对你这个项目是不了解的，所以呢你要解决的问题，对你这个行业不了解，或者对这个行业以前的潜意识里面有所了解，但是跟你讲的凯利这个210是不一样的。
那么呢，你又介绍给他听之后，你才能让他淡化掉这个恐惧，才有机会让你来接触这个，让他来了解我们这个项目。还有一点呢，通过这样的方法之后呢，就强化了我们的收益，因为我们除了这个商区这个方法，我们还可以单区，还可以单区也可以盈利啊，很多的方法下都可以盈利，所以你的收益呢得到了更大的强化。那么还有一个最后一点呢，就是美化蓝图。什么叫蓝图呢？因为在营销界里面，其实真正的营销是营销的是成交之后的世界，就是如果说我做了这个项目，我将来如果说按照这个收益方式，我将来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改变，我的健康有什么样的改变，我的财富有什么样的改变啊，等等，整个人的成长有什么样的改变。那么你把它描绘出来这个蓝图之后，每个人呢，就是只要因为人的意识里边它是视觉的符号化的，就是人对图形的记忆，符号化的记忆它是非常强烈的，所以呢你需要把它带到一个成交之后的一个世界里面来啊，一个想象中来。那么就正是因为从你有理有据的把这个210的算法规避了那么多的弊端之后，带入到这个成交的世界，所以呢这个蓝图如果美化出来，你将来做你可以怎么样啊？你以往的话这个制度模式啊，这个算法的弊端在哪里，所以通过我们210的算法解决了这些弊端的问题的话，那你可以实现什么样的效果，把这些美描绘出来啊，美轮美奂的这个成交之后的世界，做了这个项目之后的蓝图描绘给对方听的话，基于我们这个现实，基于我们算法的事实描绘出去之后，那么这个成交呢就变得更加容易了。所以算法有这样的优势，可以淡化恐惧，可以强化我们的收益，可以美化我们成交之后的蓝图啊。正是有这么多更多的优势之后，在这些优势之下，你才更加容易的啊，能够让啊我们的这些身边啊，有这么多的需要拯救需要帮助的这些伙伴呢，帮助他们啊来加入我们的凯利。所以说呢，这个世界上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叫我们的算法呢只是一种计算的方法啊，算法不能把它变成算计啊。你看这一个计算和算计倒过来就是完全不一样了。在这个世界上呢，一切的法呢都是心法，一切的模型呢还不如你的心智模型。所以呢，道法自然，你在道中呢，你就是道。用我们的良知，用我们的仁爱，用我们的利他心去吸引，去感召我们身边有志同道合的人。你像现在这个，像国内的话，这个腾讯科技啊，腾讯科技也提出来叫科技向善。所以如果说我们能用这样一颗善良的心去感召身边有善意的这些人的话，志同道合人在一起的话，相信我们凯利的话会做得越来越好。所以呢，今天我需要花这一点时间来跟大家来伙伴们来啊，彻底的讲一下这个底层逻辑。希望你通过我们今天对这个行业里面啊，因为你在一般的项目里面听不到这样的这个对算法的剖析啊，希望你这个通过在这个赢家学院啊，专家加专家才可以等赢家嘛。那你对算法啊，对这个方方面面了解之后，也成为半个专家至少啊专业。达不到专家的话，也至少达到专业，更专业一点啊，水平提高一些。那么你去解释给你这些身边的朋友听啊，你自己的认知上对于这个算法了解之后呢，相信你对凯利这个项目呢更加有信心了啊。所以说呢，我们希望伙伴们大家我们相约在凯利，和你一起呢创造这个奇迹啊。那我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啊 ，Coco 老师，我已经分享完了，你的话筒没有开，你的话筒没有打开。
好的，不好意思，非常感谢报告老师对我们。